大家请看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十字吊筒结。我们用一段绳子，先用平结结绳结给它结起来，啊，非常的简单，也是结好之后非常的结实。我们这样就一个平结结绳结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先做一个十字，做好这个十字之后，把这个物体放在上面，然后从这个绳圈之内穿过来，再折回来，两侧的侧绳圈这样压在主绳上，把这个主绳提起来。我们提起来整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整理好的效果，非常的给力，非常的美观。